来到万峦，除了猪脚还有什么呢？万金教堂、和阴山可可，都不是儿事。万峦吊桥，依照道路指标可以顺利到达吊桥。万峦吊桥是位于屏东县万峦乡，横跨嘉平、东港、西会流处，全长约168公尺，宽2公尺，美丽的彩虹吊桥。乡公所为了让吊桥更增美感及带动地方观光产业，特别做成的 3D 立体彩绘吊桥，是一个可让各地游客及返乡游子兼具赏景及运动的好景点。吊桥也是单车族不可错失的去处，可以循着吊桥沿着东港西河堤观赏河岸风光，走上吊桥俯瞰潺潺流水，东港西植物生态丰富，欢迎您随时地造访。以上新闻是由万峦迪欧斯特派记者为您报道，我们下回见。